你吓惨了是吗？真的，居然害怕。恐怖包上面，恐怖的，我超级害怕。我们因为憋笑挑战输了，所以说我们要受到一个惩罚哦。惩罚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在楼下要跳个一分钟的女团舞，就最近比较火的《无价之姐》。哪个无价之姐？啊，那也跳，那我会跳。走吧，去跳吧，那我们下楼吧。快来，先放一次音乐，让朗朗给我们做个指导。这个，好吧。一二三，抓起来，然后摇，然后斜到这边，就这样拍就好。好，你来了，会 OK 了。哇，朗朗跳的好好啊！朗朗单独 solo 一遍吧。solo 我都给 solo 过了。不，小爽，你在别的节目 solo， 在暗门节目 solo。陪朗朗一起，好吧？好吧，来，你们俩站前面来。没问题。我什么时候成太武的了？我说像熊瞎子跳，很厉害啊，朗朗，特别是这个动作，朗朗。别再笑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为了让大家更有身临其境的对抗感受，接下来我们的环节将分组进行，分成四组。对抗的地点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火山鲸鲨馆。我们要喂鲨鱼啊，寻找鲨鱼的食物。鲨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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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哥吗？鲨鱼哥哥的姐姐鲨鱼，我是杨迪啊，鲨鱼您在这吗？鲨鱼，鲨鱼，寻找给鲨鱼的夜宵。四组都找到了，你们赢。